们喜欢哪一个？你们全收割七个，我全要哦。桌子就放在台上正中间，就绕他们转。延伸，李依晨是我的邻居，要一亿。让我们欢迎美女本人娃娃魏如萱。首先，我们就会看她美丽的倩影，她是传说中360度零死角的美女歌后。大家市面上所有男神们要跟你致敬。一首星期三或礼拜三，一首泡泡，一首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？一首陪着你，一首我爸的笔，一首优雅的刺猬。那个心情其实是也是还是很兴奋，然后也很期待，因为是拿了最佳女歌手之后第一次，然后有一个大型的演唱会，嘉宾一定要有嘉宾，是不是？你们该不会要看我儿子吧？他现在很会唱歌，也很会说话，看看到时候的状况。所以演唱会的时间比较晚嘛，怕他会想睡觉啊什么的。他现在就是瘦身有成嘛，会想说在。这个人刚刚叫这样子，还是你觉得还可以再努力？没有辣死，辣死了！我现在还比我金曲奖那个时候还要再胖3公斤有哎。哦，我跟你讲，如果到时候我的体重真的是有顺利的下降的话，我一定露啊！我这么爱露，但他有人要看吗？他为了让我开心的时候，有。其实现在对我来讲，我觉得饶舌最难。所以 maybe 如果我真的努力写出饶舌的话，我想试试看。我有看到鬼鬼都穿那种紧身的那种，好漂亮！我上次看到，我觉得好羡慕，我也好想穿那样哦。经纪人傻眼，他刚发出一个我现在只有在心里想说我要去运动，但还没执行。我猜你要把我实际体重讲出来，算了，不要讲了啦，就是还有7公斤可以。但因为过年没有保姆，我自己带小孩，有可能会瘦。就是大家每次问我什么愿望，我都说我好想要买房子。所以我现在我的心里面也是觉得，如果我可以再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，然后让自己安定下来，如果真的可以有第二个小孩，我也会觉得很高兴。但可能不会是近期，要不然公司会疯掉这样。李依晨是我的邻居，要1亿，1亿3000以上。嘉宾的部分我们会好好想想的。既然大家这么喜欢男神，你们喜欢哪一个？你们全收割七个，我全要哦。桌子就放在台上正中间，就绕他们转。延伸舞台拉前面，延伸舞台拉到前面这边，再到前面中间这边。